顺着你也下去吃点竹子。那我不喜欢吃竹子。熊猫都吃的不吃。好吃，甜着嘞。跟竹子是一样的。开始不吃，开始喝。这把竹子。哈哈哈哈哈。它会抓你的哟。是不是？它是不是熊猫妈妈呀？哪个？就是他们。 咦，难受了，这是。他说：“顺顺，你给我拉一下。”